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7月23日，星期二。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海外民运听了以后呢，一定会特别的高兴，他们会弹冠相庆。这是一个什么新闻呢？就是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李鹏于昨天晚上，也就是7月22日23点去世了。这个消息呢，是不是应该是让海外民运呢都非常的开心呢？因为李鹏是他们的一个仇人，在1989年6月4日，是李鹏代表这个国家领导团体决定进行64的镇压。在此之前呢，在电视上我们也看到了李鹏呢接见了以吴尔凯西和王丹为代表的学生代表，在现场呢跟他们进行谈话。当时呢有很多人比较义愤填膺，也包括我在内，对他呢就很反感。但是现在呢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呀，当时第一是觉得他当时的决定呢是非常的明智的。那在他之前呢是赵子阳，对吧？赵子阳呢因为六四这件事情呢还犯了错误，当时呢会觉得说，哎，赵子阳呢是比较开明的一个领导人，但是现在想来呢，赵子阳其实有一点糊涂。我们不说赵子阳，就是当时赵子阳他的秘书是叫鲍同。我们有很多人呢，其实对赵子阳啊，还有李鹏当时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认识，尤其是呢，就我这个年龄以及比我年龄更年轻的，没有特别的一个理解或者认识。但是呢，近年以来，我们认识到了赵子阳的他的秘书鲍同。鲍同呢，他也一度的呢，就成为了他们这些海外民运的一个敬仰的一个人物，有很多时候呢，就希望他能够出来说两句话。那我们这两年呢，经历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那就是郭文贵的横空出世。那郭文贵出现之后呢，那有很多呢海外民运纷纷呢表示对郭文贵的支持。那鲍同呢，他也站出来了。鲍同呢曾经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就让郭文贵呢特别的欣喜，也给呢基本上给海外民运呢等于说是竖了一个指路明灯。大家呢纷纷的就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呢来进行的。他的这句话呢就是他说呀，郭文贵是我的老师。那后来呢，当大家逐渐的对郭文贵有一定认识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对鲍同就产生了怀疑。我呢也不例外，我就认为呢，鲍同会这么的糊涂，那赵子阳呢，他的那个认知能力啊，确实也是比较有限，他的政治觉悟啊、政治敏感度啊这些，可能也比较有限。现在我们就能够这样想，现在呢，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随着六四这件事情呢，年代越来越久远，随着时间的沉淀，随着这个世界呢出现一些个事情，比如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呢海外的一些个势力本质面目的暴露，主要就是美国它本质面目的暴露。随着我们认识到呢美国这个民主体制的它的局限性以及它的弊端，然后我们再看到我们身边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个乱象，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到了当年呢1989年六四的时候对那场学生运动的镇压是非常的明智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在今天呢，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有一个香港的民众，他的年龄呢看起来好像是就跟我差不多，会比我大一些。
在那个视频里面，他就说，他就对那些个民主派呢进行了一些指责。他就说呢，你们不要来害我们的孩子。想当年我就被你们骗了，曾经我也给中国八九六四给他们捐款来着，然后我现在呢非常非常的后悔。他说我都后悔了25年。现在看起来这个视频呢应该是在战中那件事情过程当中的这个视频，因为现在离八九呢已经30年了。那他说的是25年，就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战中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说的这些个话。这是一个香港的市民，当初在1989年的时候呢，中国发生了学生运动，那香港呢有很多的公民就来支持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不单说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认识到了八九把它镇压下去呢是很有必要的，平定那个暴乱呢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呢海外有很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呢我就看到有很多香港的市民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那1989年平定那一场暴乱的英明的一个决策者就是李鹏，今天呢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想呢他在去世之前他应该是听到了一些个声音，听到了一些对八九六四这个肯定的声音。我想他应该是带着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离去的，他应该是没有遗憾没有委屈。那我就想呢再回忆一下当时李鹏在接见吴尔凯西他们的时候呢，李鹏其实当时他相当的和善，他当时就是一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对这些孩子是一个爱护的一个态度。当时吴尔凯西呢他们在现场接受李鹏的接见的时候呢，李鹏就跟他们聊天，以一个非常非常平和的一个心态就跟他们聊天，就问他们你们多大了呀，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多大了。一般的来说他们当时吴尔凯西和王丹呢都应该是20岁或者21岁。李鹏就说了，哎呀你们真小啊，我们家里面最小的孩子都还比你们要大呢。然后吴尔凯西在这个时候呢就很无理地打断李鹏，说你不要跟我扯这些闲篇，我们就要你跟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当时吴尔凯西的那种态度非常的无理，我们现在想一想。那现在呢我们再联系香港的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在第一次出来公开回应香港的这个激进的示威者他们这个示威活动的时候，林郑月娥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呢我就是看着你们这些孩子们，我呢以一个妈妈的姿态来看待你们，对你们呢有一种爱心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那些个学生们就说，公开的就说，林郑月娥你不是我们的妈妈。这一幕呢就和李鹏当年非常的相像。很可惜林郑月娥没有像李鹏当年一样做出来一个明智的选择，做出来一个明智的果断的决定。当然了当年李鹏的那个决定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那是一个集体的决定。很多人呢一直都认识不到中国的那个体制并不是专制，它是一党执政是没错，但是并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那个决定并不是李鹏一个人的决定。好，同时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李鹏呢我记得是在我出国的前后，应该是在我出国之前，李鹏呢曾经接受那个采访，记者呢就到他的家里面去，
我记得呢，当时是说他已经退休了，他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今天看新闻的时候呢，就说2003年他才退休，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应该是出国之前看的那个电视采访。就采访他说他退休了，记者呢走到了他的家里面，李鹏呢就在家里面围一个围裙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围一个围裙，手里面拿一个炒菜的铲子。他说呢，我退休之后呢，和其他退休的人一样的，在家里面呢就享受一个家庭生活，在家里面呢会烧菜，我还是比较喜欢烧菜的，我会烧好吃的菜给我家里面的人吃。我当时看了那个采访的时候呢，当时心生一种温暖。我觉得像他那么大的人物哈，还喜欢烧菜给家人吃，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那个呢，基本上就是我在出国之前，我对李鹏的差不多唯一的一个有好感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在那时候，我对8964还是跟现在的海外民运一样的认识，有一点恨李鹏总理，因为他下令镇压了8964。但是我现在不会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了，我和很多的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慢慢的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就像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说的一样。中国的8964呢，李光耀是非常非常的支持的。我前一阵子呢还看到了他接受美国的一个媒体的采访，是用英文接受采访的。当时呢他就说，中国呢平定那个暴乱呢是必要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他们不懂，他们只会被利用，他们很天真。所以呢，成年人要为那些年轻人做决定，等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是会明白的。李光耀说的这句话真的是对极了，它是一个真理。就像我们这一代，对吧，已经验证了李光耀的这句话。想当年我们不懂，只有到现在我们才明白。好，最近呢，我还接触到了一位国内的教授，他叫张维维。我在我的频道里面呢转发了他几个讲座，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讲座的，转发了几个，然后呢他的讲座也受到了我的关注的欢迎，点击率还是挺高的。我曾经呢看了张维维他接受的一个采访，他在那个采访当中呢，他就回忆了一段事儿，跟李鹏有关的。我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张维维呀，他年轻的时候他是翻译来着，他呢曾经是李鹏的翻译。1985年7月22日，也就是1985年的昨天，也就是李鹏逝世的这一天的1985年7月22日，李鹏呢随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一起去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美国，当时美国的总统呢是里根，他的太太呢是南希。当时呢，李先念访问美国的时候呢，美国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南希还穿了一身红色的旗袍，非常的漂亮，展示了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友好。那这个张维维呢？他当时就是李鹏的个人翻译。李鹏当时呢，作为国务院副总理，随同李先念一同访问这个美国。张维维就回忆说，李鹏在访问美国期间，因为李先念呀，年龄比较大了，所以呢，活动呢，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李鹏啊，当时到了美国以后呢，就特别的如饥似渴，他就想更多的了解美国，然后他就主动要求美国方面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些，多安排一些，让他去参观一些企业的机会。结果美国呢，当时就答应了他了，因为张维维呢是李鹏的翻译，所以呢他就了解的整个的经过。
李鹏呢不辞劳苦，他主动要求的，他不失时机的把他的行程安排的特别特别的满，然后来参观美国的那些个企业。然后李鹏呢他自己拿一个小本儿，这个张维维说呀，他自己拿一个小本儿，拿一个笔，走到哪儿他就在那小本上就记呀、啊、记了好多的这个笔记。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呢，他们去参观那个福特公司的时候，参加完福特公司出来以后呢，美国方面就问李鹏说，哎，你参观这个福特公司你学到了什么吗？李鹏就说啊，我学到了很多呀，我学到了很多，你们美国呢真是特别的先进。然后呢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呀、啊，你们美国呢能不能把技术转让给我们中国呢？你们哪些技术可以转让给中国？我就听了这个张维维介绍的李鹏副总理，当时他是副总理，去参观美国的时候，他的这一些个行为呢让我挺感动的。就冲着这一点儿，他就是一个好总理，真的，他是一个好总理。那今天晚上呢，我刚才看了新闻联播，在新闻联播当中呢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就介绍了李鹏的一生。我从这个新闻联播里面我才了解到，李鹏呢合着他是从85年，那是我们第一次国家元首去参观美国，对不对？他就是如饥似渴的想吸收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那他回来以后呢，李鹏基本上在他余下的这些年当中，他当了好几届的国务院总理。在他当国务院总理的这个期间，他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来了很大的贡献的，很大的贡献的。就是邓小平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旗手。那邓小平的这些个理论要得到实现，离不开这个国务院总理的配合的。国务院总理是一个具体实施的人啊。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李鹏啊，李鹏当了好几届的国务院总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来了特别特别大的贡献。后来呢，他还当了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他在法治建设方面也做出来了很大很大的贡献的。所以呢，这个李鹏啊，他是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事业。这个词呢我就觉得有点别扭，但是呢这是新闻联播里面用的词。但是呢我不知道除了这个词以外还能用一个什么词，反正总之呢，李鹏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我们的中国，他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做出来了很大的贡献。最后呢，我就想祝李鹏安息，永垂不朽。好，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